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学习四年级的数学。今天我们讲的是小数，小数。好，首先看一下小数都会长这个样子啊。这里有很多小朋友，他们手上拿的每一个都是小数。小数一定会有一个小数点，小数点。把左边和右边的数字隔开。今天，三年级的时候我们讲过十分位，十分位，好，所以这个数字这里也要有一个点点，123.45，十分位怎么样表达？用分数来表达就是。四乘以十分之一啊，这个要比个位还要小。百分位，123.45，中文就是这么读的。百分位，数值表达五乘以十，1/100。所以，因为是1%。好，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十进位的积木。在学整数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小方块是一，一条是十，一个板是100。这是我们一年级就学的。到了四年级，我们开始学小数了之后。整数的这个概念不能再用了。我们现在把一个板看成一，那一个条，一个板里面有十个条，所以十分之一个整。我知道一个板里面有100个小方块。所以小方块就是1/100个整，请记得一定要看清楚题目上告诉你什么东西是一个整。如果它告诉你小方块是一个整，那这里看到的就是整数。如果它告诉你一个板是一个整，那现在它讲的就是小数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字。小数点的左边这是我们原来学的个位，十位。你越往左走一格，它就是大十倍。那我们昨天讲到整数的时候，往右边走。每走一个就是小十倍，小十倍，它这个意思是小十倍的意思，就是乘以十分之一的意思，请你不要被它误导了啊，或者你可以写除以十。都是可以的。好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小数位置的十倍关系。数字在这里，0.5，你可以用你的数位表来写上去，0.5，十倍就是这个数字乘以十，小数点走过去，就变成了。五，它这里是变小，变成十分之一小，小数点往前走一个，2.9变大十倍，
小数点移过去。变小，这个数字就变小了，小数点移到这里来。小数点你可以这么写，或者你在前面加一个零都是可以的。好，最后一个数字变大十倍，走一次就可以了，6.5。变小十倍，小数点往前走，好了，这就是十倍的关系，大十倍和小十倍。现在你还会看到的一些题目呢，会是给你图片让你写数字，数字就是写小数和分数啊，它一定会告诉你，如果一个块是一，那一个条就是十分之一，一个小方块就是1/100，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个位数你只要看到它就是有一个一，这里有一个就是一，一条就是十分之一，你可以写成0.1。那这里有1、2、3、4，四条，那就是0.4。我知道一小格是0.1，这里有0.01，这里有3个1、2、3，那我这里就要改成0.03，因为这是百分位，所以我这个数字就是1.43。分数一又1/43。这个题目一，这里有两条，一条是0.1，两条我的整数没有，两条就是2，这里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好，我这里有12，那这里还要，这里的2就要变成3多一个2，是这样做出来的。我的分数，小数点后面有两位就是百分位，它上面小数点后面有两个数字，分子就是32，就是这么做出来的。好，我们再看两题。除了你正式的一个一个画出来啊，你如果自己画的话啊，这样的简单画法也可以。这是一个一，这是一个一，这一个是0.01，所以1、2，请你写2，小数点写上去。这里一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一共有8个。这里写8，但这是百分位，十分位没有，请你写0。分数2写在前面，小数点变成一根线，小数点后面有两位数，请你写100，因为是百分位。你也可以想象一下，这个一好像是一个点点，然后这里有两个数字，请你这里写2个0，上面写什么？零可以不写，只有一个数字8，这样就是你的分数了。第二题，一个块是一，
两个块，二小数点点完，然后这里数一条线就是 0.1。这里数一根线，两根线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所以八写在这里。你可以写一个零，也可以不写，都是一样的。好，然后分数一样，二，整数写在前面，小数点变成一根分数线，这里是八，只有一个数字。所以这里也只要一个零，就是十，上面写数字八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，这个是昨天讲到的标准式，五文字式、展开式和有乘法的展开式。那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。看到这个图，刚才我可以稍微等一下，让好同学可以自己在纸上写一下。标准式就是把这一个图用数字写出来，你写对了吗？这里有一个整块，因为他说这句话，大的块就是一，所以这个是一。这个是一，这个是一，所以这里有三。因为我知道，当大块是整数一的时候，是一的时候，我这里必须会有小数，所以我要点小数点。然后这里我看有几条，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、五条，所以我的十分位写的是五。然后这里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七格，所以我的百分位是七。你写对了吗？文字是中文念法 3.75， 你不用念成七五，讲错了， 3.57， 你不用说成57。英文写法3.57，英文，请你把它写出它的数字，然后请在最后写出它停在哪个位上。好，接下来两个展开式，第一个展开式很简单，三加上 0.5 加上 0.07， 有乘法的展开式，小数有两种写法，第一种小数点写法，第二种分数写法，这两种是一样的。好，小数，讲到小数点，我们还会说到钱。钱，这里看到一，就是我们的块，一块钱。这里是25美分。钱，请你在它的前面写一个钱的样子啊。这个他们两个长得有点像，所以如果在打印的时候，五分钱他会给你后面这个五分，五分钱用小数点来写 0.05， 这是5美分。这个十美分，请你不要忘记写小数点，你这样写也是对的，你写一个零也是对的，但是千万不要忘记写小数点。好，最后一个一美分，画的不好看啊。
好了，接下来看一下，一块钱等于多少分钱呢？分，我知道，是不是？所以是100分钱。1分钱等于多少块钱呢？1/1，是不是？所以写的时候变成了这样子。再看一下，1块钱，我们刚刚讲的是多少分钱？100分钱。那多少分钱等于几块钱呢？这个呢？25分钱。就等于了0.25块钱。好，再看这个，前面我们都讲过了啊，100分钱，这个是什么钱？这是10分钱，所以是10美分，是吧？0.1块钱，最后那还有两个啊，1块钱是100分钱，这个是5分钱，等于0.05块钱，看成六了，写的不好看啊。好，没，少写了一个1分钱，是不是啊？好。来，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小数和钱和积木的关系啊。1块钱，10美分，5美分，你放对了吗？好，再看一下，好，这里啊，我这里给你一个小数，小数和钱写法是一样的。2.15，写成分数怎么写？画成钱的画怎么画？我可以给你看一下啊，2块钱，二在这里，小数点有一个10美分，5个1美分，分数怎么写？再消一次，小数点变分数，整数不变，小数点变成了分数线，后面两位。这里要有2个0，上面是15，就这样写，因为是百分位，你懂了吗？好，我们再来做一个，这里给你钱，让你写数字。好，请看啊，这是10美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所以是点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4分，这两个呢，25美分，25美分，有很多同学啊，钱还是没有搞清楚。就变成了50美分，所以这里有50，这里有50，50加50就等于100，所以这个地方我应该写成一，然后这个五改成零，对不对？好，写成小数，它是应该是一样的，1.04点写的清楚一点，分数我们再来写一次，整数归整数，小数点变成分数线，这里后面有两位，请你写，一直到百分位，请你写到百，然后0和4，你可以这样写，
但是通常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数字，所以你只要写一个4就好了，0可以省略。看哈，我这个钱也出来了，分数也出来了，让你写小数。那这个很方便，你都不用看钱就可以有了，是吧？这个就是0.65美分。那这个就是一样的。好，看一看钱和小数的题怎么做。首先啊，画出来的，我讲过啊，这一种如果它是看起来也有点像五美分，它你知道的同学，好，五美分它会给你一个五美分后面的样子，所以啊，这个看一下，5+5+1+2=12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要写小数点的钱，你可以写在这个上面，是不是啊？首先记得要写这个钱的符号。然后十位有一个一，因为5+5=10。然后个位有1、2，小数点千万不要忘记，因为它这里说要写小数点的，是吧？十分位它这里面有几个呢？这个是0.25美分的，有两个，这两种写法都是对的啊！再写一次给你们看。所以是50，对不对？这里有一个10美分，所以就是0.1。你可以写一个0.10也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个零写的不好看啊。好，所以加起来一共有60分。最后1、2、3、4、5，这个是一美分，一美分一共有五个，所以百分位是5。你的标准是写对了吗？好，第二个，请你写有乘法的展开式，这里问你写小数，你写对了吗？后面用你要你用分数来写，我们把0.1变成10分之1，0.01变成100分之1。好，最后他要你画画，怎么画？首先12个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12个块，画完以后画十分位，0.6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最后的百分位有5，请你画5个，就是这样做的，你会了吗？接下来请你们做今天的 exit ticket， 希望你们都能够已经学会了。明天我们会继续学习整数和小数的一些应用题。好，今天就上到这里，明天见。